他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使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他通过掠夺让庞大的帝国瞬间崛起。他智勇双全，颇受爱戴，但也残暴冷血，令人畏惧。他就是匈奴王阿提拉。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英雄列传》的最后一集《匈奴王阿提拉》。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逝世，他将罗马一分为二，东罗马和西罗马。公元434年，匈人首领鲁加死后，他的两个侄子阿提拉和布莱达继承了他的统治权。罗马的黄金使这些匈奴人团结起来。东西罗马帝国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首先派遣使者和阿提拉谈和，使者不光带来了金币，还将逃亡到西罗马的几个部落首领交还于他。阿提拉为一个首领解开了锁枷，却用使者的匕首将首领杀死。另一个首领并没有屈服，直接吐了阿提拉一脸口水。两个首领被处决后，阿提拉和哥哥言而有信，暂时放过了西罗马帝国。匈奴人穿过多瑙河进入东罗马，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掠夺黄金。此时东罗马一半的军队正远征北非，匈奴人准备用工程车攻陷奈苏这个城池。虽然城池固若金汤，但阿提拉很会打仗，他利用周围的树木很快做好了工程车，其主攻部队由埃迪卡率领的斯基尔人担任。当工程车靠近城池的时候，罗马弓箭手立即齐射，而后罗马的投石机也派上了用场，一个工程车瞬间被击碎。阿提拉率领步兵冲向城池，他的士兵携带的工程锤显得极为重要，城门很快被撞开，城池终于被攻破，城内尸体遍地都是。奈苏的陷落撼动了整个东罗马帝国，罗马皇帝被迫求和，请求匈奴人撤兵，并向他们纳贡，缴纳1400磅的黄金。由于主攻部队是埃迪卡率领的斯基尔人，阿提拉还答应分给他们更多的黄金，但罗马人上缴的这些黄金根本就不够分。于是阿提拉先让哥哥不要答应，但他的哥哥在阿提拉和埃迪卡商量的时候私自做主和罗马使者签订了合约，这让阿提拉心里非常不舒服。一个侏儒小丑却在阿提拉和哥哥面前表演了一个节目，节目内容就是两兄弟意见不合导致相互斗争，就是他的一席话让阿提拉杀了哥哥布莱达。杀了兄弟后，阿提拉独自掌握匈奴大权。公元447年，阿提拉为了掩饰弑兄的恶行，他继续向东罗马帝国挺进，以便向东罗马皇帝索要更多的黄金。但这次阿提拉遇到了超过30000人的罗马军团，如果硬打的话可能会导致挫败甚至全军覆没。于是阿提拉以骑射为主，从远处攻击，这样就可以消耗对方的士气。然而在一起冲杀冲破他们的军队，在大战开始之前，他让骑兵开始练习骑射。正如他所料，第一战就以这样的战术战胜了罗马军团。于是阿提拉命埃迪卡前往皇宫索要黄金。罗马皇帝认为埃迪卡是一个经不住诱惑的人，罗马皇帝贿赂埃迪卡，想雇佣杀手杀了阿提拉。埃迪卡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可以下手，维吉拉斯自告奋勇假扮成使者前往阿提拉的驻地。这场暗杀阴谋只有埃迪卡和维吉拉斯两人知道。这天晚上阿提拉举行了宴会，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会放松警惕。阿提拉不知为什么离开了营帐，维吉拉斯悄悄跟在他的身后，就在他要下手的时候却被埋伏的卫兵擒住。原来埃迪卡一回来就将这个阴谋告诉了阿提拉。罗马使者此时已经吓破了胆，恼羞成怒的阿提拉决定向西，因为东罗马帝国已经让他榨干的差不多，没有多少价值了。公元451年，阿提拉的匈奴大军一直推进到了高卢地区，在两个月内横扫西罗马帝国。但在这里阿提拉却碰到了一个硬茬，那就是西罗马帝国的主将埃提乌斯。在10年前，埃提乌斯曾在匈奴人那里做过人质，对他们的战术颇为熟悉，同时他又结盟了高卢最有势力的西哥特人。双方兵力对比，匈奴大军大概有50万，而罗马联军也有40多万。
此时的阿提拉正在围攻奥尔良城，再围困数日，罗马守军就会投降。不料这个时候，埃提乌斯派遣的援兵赶到，阿提拉只能放弃攻城，他将军队一直撤退到卡达隆尼平原。罗马联军连夜追击也到了这里。卡达隆尼平原上有一个高高的山脊，至此成为了双方争夺的对象。虽然阿提拉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的军队冲向山脊的时候，罗马联军已经在山上等候。一时间，阿提拉的军队被压在半山腰无法动弹，主将埃迪卡被迫撤退了下来。但阿提拉不服输，他拿起武器号召剩余部队再次向山脊冲锋。匈奴联军如潮水般冲上了山脊，双方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惨烈战斗。罗马人事后计算尸体，匈奴人主力部队直接战死达十万余人。公元453年，阿提拉在新婚之夜突然鼻腔血管破裂窒息而死。一个曾经狂言被匈人铁蹄践踏过的土地，将寸草不生的征服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逝去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